在走在过来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原本现在我们要去海边，然后我们自己搭电车。签有那个有福利吗？水中玩耍，爬或躺在沙滩上，让阳光沐浴在身上，在这里不会有人投射异样的眼光。对于思想保守的东方人而言呢，是场中西文化的冲击，佩服他们的勇敢做自己。让我想到一句话 ：If you don't like me, that's not my problem, it's yours。我们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，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是无条件伸出援手，在你最需要肩膀的时候给你依靠呢？在你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告诉你，没妨碍到他人就勇敢做自己呢？相信大家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够被原子的骄傲，好好珍惜彼此吧。